大家好，我是 Chris， 我是 KidSys 的中文老师，我教汉语六年了，我非常喜欢教小朋友们说汉语，因为他们天真活泼，对学习中文有着无限的热情。我希望我能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，也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。欢迎你加入 KidSys， 开启你的中文之旅，我在 KidSys 等你哦。